应该现在吼来演讲黄帝仙元领悟升天记吼，咱阴符经吼黄帝仙元吼领悟升天，其实伊无啥物意思，咱即个汉朝汉武帝当阵倒有记录落来，伫汉武帝进前无记录嘛，差不多2000余年啦。汉武帝排汉朝第三刘彻嘛，吼、哦，刘彻敢排第三任皇帝嘛？刘邦啊，过来刘邦的囝过来就刘彻，汉武帝就刘彻嘛，吼、哦。哎、啊，这样就开始讲哦，吼、哦，《史记·汉武帝本纪》为汉武帝刘彻开始的，因较早是可以用可以记录的尔。啊，所以当阵都有咱这个史官啊嘛，史官就开始可以用文字记录落来，吼、哦。所以伫汉朝汉武帝的时代，大家有开始记录黄帝仙元领悟升天记，吼、哦。哎、啊，这就讲哦，黄帝七进七学仙，黄帝七进七学仙，甲什么人进？有人知无？哈、啊？大家拢讲黄帝甲炭帝咧战，无啦，黄帝咧食百姓人甲炭帝咧战，吼，黄帝甲什么人咧战？甲家己个六意识咧战啦。所以呾黄帝七战七学仙，即即嘛先讲头前啦，根本无黄帝即个人啦，吼、哦。凡百姓非基督，乃短暂回归神迹哦，出来啊！啊，咱的故事拢讲哦，当地人龙头人兴区啊，龙头人兴区，唔在教咱这个世间的大众做伙，所以咱的历史嘛，拢咧骗人吼。所以叫做书记，黄帝七进七学先师啊。甲上咧讲，甲你诶六意识咧讲，学仙，等你打坐入禅，你就变仙啦。啊，所以地甲尾啊，咱就演讲。所以黄帝七进七学仙师啊，你就是爱安尼啊。黄帝，你看哦，以前嘛有讲哦，黄帝嘛坐几百年诶哦，嘛坐几百年诶哦。老祖坐30年哦，黄帝也坐几百年的哦，哎，哦，恁大家唔通讲，哇，我坐咧三天，我就要做大仙阎王师啦，门都没有，还有路，哦，所以伫遮，啊，大家唔好嫌嫌过师兄啦，过师兄来第三遍啦啦，是啊，你这嘛嘛2500几年啊啦，因得百年了，我阁比因较久啦。哦，所以讲黄帝七进七学仙，凡百姓非基督，所以才就讲哦，咱较早老百姓足迷信的，很迷信，甲即嘛嘛要同款，足迷信的。所以到即嘛当今社会足济，你若要修行，爱来去庙宇，爱来去供伊，跳当机。七道卡、七道顶、扫土卡、天地，安尼叫做修行咯。是啊，啊来比伫深山啦来，哦啊来比伫101的上老尾，哦安尼才看较远看到，所以才着讲，黄帝七进七学仙，凡百姓非基督。所以凡百姓非基督就是讲，咱所有较早。在5000年前的人啊，咱讲人啊，都这个死人样啊啦，甲当今的社会同款，这个死人样啦。所以世间道分三种人：人、狗、猪。猪，人若要甲你啊，哭走尔，啊人甲你啊，要创个阴宅，阴宅也死啊。是啊，所以唔得讲，猪是在走唔在死，吼、哦。啊人呢，人就足歹诶，用计谋来靠一挂狗啊去吧，啊一挂狗啊咧，
就是遐吸血鬼，是啊。哦，啊，上人嗰类就是一挂，啊，即嘛无一个什么道，哦，咱伫咱新的五米湖遐就有安尼咯，训练一挂吸血鬼，是啊，吼、哦，所以就是只反白色飞机刀，乃短暂回归神者，有无？回归神者，是啊。恁要修行，照家己的肉体就好啊。恁唔嘛？即马你也看当今的社会跳动机的，哦，伊啊跳动伊嘛足狂的啊。啊，唔到做酒色财气，哦。所以今仔日师兄开始讲黄帝仙缘。丁娥升天记，他开始咧讲这党位，哦，的通灵足厉害。你啊看，啊，即马去到位，做查某都爱人才两失啊，是啊。所以大家拢讲，黄帝较早是咧甲鬼神咧斗，唔是啊，是咧标准你即马讲这话，就是咱。孔子的明明德，老子的道德，孔子的明明德，佛陀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啊，就是讲，在五千年前的大众啊，因都足迷信的啦，一挂戆猪啦，叫一挂狗啊，牵去信。你的龙龙啦，龙底下胡说八道啦，所以这就讲啊，反白色飞机都乃短暂回归神驾，是啊，回归神驾，他是在斩迷信，不是在跟人修台，世间足迷信，是啊，吼、哦，哎，哥哥哦，吼、哦。百余年然后得以神通，是啊，百余年，所以在这里来看就可以说，咱阴符经念阴符经这位先生啊，他念几百年的，老子念三十年要是算真紧、哦、所以念阴符经这位先生作为先生啊，你来看他这就说哦，百余年然后得以神通，行出来啊！一行出来啊！一行出来，因为你的心深藏在南海内，个思念下，该挖出来重见天日咯，将你的心该挖出来重见天日咯。好、哦，所以这就讲哦，有无？百余年然后得以神通，其后黄帝接万灵明鼎，哦，直接开始讲哦，黄帝，所以黄帝是一个形容词尔哈，你唔能讲黄帝是一个人，你一个黄肉精的人，你打坐入禅，所以以五千年入禅叫帝，黄种人。是啊，所以咱大家大家拢会直直讲，哦，咱是神的子孙，嘿，咱是吼、哦，诶，帝哥啊，甲帝哥唔系子孙，唔是神的子孙，是帝哥甲帝哥唔系子孙，师兄足敢讲，吼、哦，慢慢啊看咧，恁就知影，好酒点红灯，吼、哦，伊就讲哦，做斩断回归神识啊，斩断你的六欲识啊，是啊，你去干上剪？你咧修行是咧，甲你的肉体咧剪啊，甲你的六欲识咧剪啊，甲你的六色魔咧剪啊。所以伫这里演讲有无？黄帝七剑七合仙，反白蛇飞机刀乃短暂回归神者，是啊，回归神者就讲啊，回归神者，你若都爱去甲鬼神挑战，是啊，
世间无鬼啊，鬼叫做破病啊。所以金玉经都讲，肉意叫做魔，肉体叫做鬼。好、哦，所以就伫遮百余年，然后得以神通时啊，伊连百余年呢，这位先生连百余年呢。老祖连三十年呢，哦，恁就讲哇，足、哦、久诶，三十年足久诶，人一百一年呢，哎，三十年算什么东东呢？算啊，两千五百几年啦，我都无咧嫌久啊，恁干那咧嫌久，是啊，吼、哦，所以伫遮神通，其后就是以后往后，嗯对。黄帝是黄种人，帝，所以帝就是最高，叫做神。哦、所以恁来知影，神通黄帝接，直接就讲哦，接就讲哦，万灵明灯，万灵明灯来。何为万灵明灯？即嘛是换一个角度的名词咧讲尔。虽然讲十一年来啊，吼、哦、啊，咱这个做阴阳经也讲过啊，啊，咱这个佛经也讲过啊，吼、哦、啊，黄金经也做出来来。万灵明灯是虾米意思？啊，唔知啊吼，拢爱，迄个啊转一个角度啊，小可转一个啊，恁也听无哦，拢爱掠去拍下窗啦，确实都拢真的疫情输啦，哦，佮讲我输下咧骂人啦，嘿，有无？万灵明灯有人知无？啊，还有百灵花。一团高热流，宽抖抖右大腿，直从脚跟而去，再从脚跟逆行而上，啊，不是叫做万灵的明灯，是啊，啊气啊，气是六亿个六兆的细胞生产出来热流啊，是啊，啊万灵万就是足些啊，明很明显，你看得到啊，感受得到啊。所以稍微换一个角度呢，所以要学修行的人吼，脑袋瓜要有较灵敏一点，灵敏一点，你知无？要灵敏一点，哎呀，靠霸道的，没有霸道学不到道的，爱靠霸道的，有霸道道才是学会到，无霸道道永远学不到，因为道惊霸。啊，都唔惊遐胡说八道的人，惊霸道，因为你有霸道，你才有毅力，才有信心，才有耐力去完成，所以都惊霸，是啊。好、哦、啊，无霸的人底下，做药食不合，哎、啊，像个药贩子头家啊，就我来分的啦，我不做这药的啦，哎、欸，阿家唔去做药师嘛，不要紧的。啊，这个天底下吼、哦、不差你一个，所以就是伫遮，所以万灵就是讲，咱的细胞所产生的热流，伫咱的肉体的循环运转，足明显，足明显，是啊。所以经典就是足讲换一个角度来演讲，佛经嘛同款，道经嘛同款，吼、哦，拢转一个角度，转一个角度安尼来演讲的。啊，上可怕就是，咱在座的师兄师姐，敢那惊讲讲唔对的，讲唔对去。你爱阮的魄力，阮的霸道，讲唔对的，你倒再去学。啊，你啊，拢总唔敢讲，唔敢问，讲唔对，永远就是猪嘛，在混嘛。啊，无有人问我讲，哎、欸，师兄，咱台湾有一个混元真好，人伊就跟你讲嘞，我是在混，混言。哦，草炮拿到就好，我管你是熟不熟。人家他就说我在混，一天到晚都在混，混草票而已。你要相信他，那是你家的事。
哦，今日有人问我，我诶，怎样混脸呢？我混脸，人家都告诉你，我是在混，混有钞票就好啊。他害死好多人，你知道吗？是啊，哦，我都在那个讲啊，讲诶，师兄，你说诶，就对对啊，人家他就说他是在混脸呐、啊，混脸在混钱呐、啊，是啊。你要拿去给他，你活该啊！他就 给你说他是在混，哎，混哦。所以叫做讲，万灵明顶，明顶者甘怎样？有无？明顶者甘怎样？是啊，啊，就只要换一个角度尔。啊，你也知影哦，换一个角度，一个时代讲的角度，甲这个时代讲的角度，甲这个时代讲的角度，都是安尼啊。是啊，伊这就讲啊，明灯者甘怎呀？是啊，放屁的一声响，一团高热流，宽度五度，右大腿直冲脚跟而去，再从脚跟逆行而上到臀部逆行散发而上，是啊，甘怎啊？一股水啊！是啊，那个王一杰，伊讲的角度就是安尼讲尔，啊，佫过换讲换讲弓形柱七寸管啊，你甲算啊，你盘腿起到你的丹田有多高？啊，弓形柱七寸管就对，什么弓形柱到这安尼管？乱讲，迄就是咧甲你讲，你盘腿打坐，你的丹田甲你的坐在地面上多离七寸管，对吧？所以弓形柱伫你的丹田内面咧酝酿，是吧？所以迄较贵卖价，即马先讲咱这个仙元而做。做顶顶五升天，吼、哦，所以就讲明灯者甘怎样？明灯者甘怎？足明显的，足明显的，伫你的肉体，者就是伫你的肉体产生出来，是啊，吼、哦，各类就讲啊，所谓寒门是啊，寒门是啊。大家拢讲老子徛独角青牛出寒江关，所以孙亚大讲，孙亚拢讲一句话：要多看、多学、多用脑袋瓜。有啊，所谓寒门啊，是啊，屁的一声响啊，寒门啊。老子徛独角青牛出寒江关啊。是啊，啊我讲猪很多啊，天下都是猪啊，咁唔对丢啊，大家都常常讲啊，切常常看，都常常要看会会懵白白尔，是啊，所以就伫遮，所以讲所谓寒门，寒门者国考，国考呀，是啊，寒门者国考呀，是啊。寒门者国考呀，后来就讲哦，皇帝，来，今麦皇帝孙仰未讲，今麦孙仰话要讲寒门者国考呀，来，今麦我要问这两字国考，国考什么意思？以前我那以国考来形容，国考什么意思？啊，讲读书孙仔读少啦，啊，即马孙仔是咧甲恁考一个国考是虾米意思？我相信咱在座的孙仔师姐吼，拢大家拢捌入去深山内咧咧讲话啦。啊，国考是虾米意思？有人知无？按你意思心意啊？按你意思心。No, 那差太多了。国考叫做回音啦，足简单。咱入去山内底一个国内，你是不是讲的回音？
所以回音就辟了一声响的形容。所以寒门叫做国号，国号就是回音啦。足简单啦，物理。哦，即马就感觉物理。是啊，你入去一个山谷内面讲话，是不是有回音？是啊，所以唔得讲伊无多，伊用国号形容。是啊，所以个国号。喊门者国口呀，国口就是回音，回音叫做霹雷一声响，是啊，这你要简单啊，逻辑呢，你要用逻辑一直去推测啊，哈、啊，跟言罗比说孙无关系啊、哦，所以喊门国口呀，黄帝者彩绣，黄帝彩绣，山东。是啊，黄帝彩绣山东注定，是啊，所以咱直接会使甲讲，黄帝，黄就是咱黄种人，帝就是打坐入禅，黄为先生，咱即马讲我做先生，啊先生都要先熟啦，啊但唔过未哦，他先生不熟。是啊，所以这是那一些吼、哦，混混 一天到晚在混的猪叫盐，那一种比较快死。好、哦，所以叫做讲黄帝彩绣，彩绣是啊，彩绣啊，绣来，今嘛书上要问绣，何为绣？绣恁有人问无？今嘛讲，干那用一个角度过来讲尔，是啊。所以这个菜吼，我今嘛甲恁讲一个秘密啦，甲加提手旁就好啦。哦，安尼恁看有无？加提手旁下去了，啊，变作什么？哟、哎，秀意思啊，意思，有意思。这。啊，都彩绣啊，唔得彩绣，这个彩，今嘛甲加提手旁下去咯。啊，你了过听无？弱啊！所以彩绣就是爱采用你的眼耳鼻舌身啊啦。啊，都是甲恁讲，加提手旁下去咯。啊，你了不？所以这文艺是干那彩。啊，但是咱今嘛恁拢会甲误解是彩色的彩，所以我就甲讲。加提手旁绣，绣就是脱绣嘛，脱嘛，你的脑袋瓜嘛，沾绣是不是沾你的脑袋瓜？哎、欸，这真的呢，是啊，哎、欸，安尼我直直跟恁讲啊，加加提手旁啦，所以要把你们的脑袋瓜提来用，今嘛就是刚刚就讲眼耳鼻舌身啊啦。哦、所以这样说黄帝彩绣山童，山童就是你的肉体，是啊，山童注定，是啊，定在的啊、哦、所以这样就说黄帝彩绣山童注定金山下世啊，佛在灵山莫弯求，人人有一个灵山塔，只在灵山塔下修，逐项都爱记咧，无记条就钱唔入恁啦，你知无？所以记条就叫做福分双修啦，有在记条就到在了吸引人啦，是哦，所以安尼大家知影无？黄帝彩绣山东注定金山下，所以当阵伊将肉体称呼叫山东山童，是啊，称呼叫山东注定，是啊，而且丹田啊，
今麦就讲到金玉境去啊，玉牛神权啊，祭去啊。金玉境内面都有啊，玉牛啊，神权祭去啊。是哦，所以呢，咱看黄帝的经典全是可以的，所以可以的才会承接不全。但是当承接不全的时候，咱要怎去加油添醋加弥补？一碗蚵仔米线才会好吃，才有海鲜味，有升级。啊，你也甲煮起来，搁大碗搁满钱搁好吃，意思同款。所以才就讲，黄帝彩绣山东注定金山下，有啊，金山下是啊，你的肉体啊，你的肉色啊，你的肉体下的咱这个丹田啊，所以咱的丹田叫做金山下，是啊，金啊，你也得个金啊。比你的肉体顶头往下压，往下压，因为按咱咧讲呢，因为咱伫黄帝时代应该伫咱的可以五千年的传承落来，可以应该伫黄帝时代都有文字啊，所以才有这个可以。哦，咱一个有文字的民族，甲无一个，甲一个，甲。一位无文艺的民族，伊的口语甲伊的应用的方式都会无同，所以大家爱了解。所以才就讲，黄帝彩绣山东注定，要怎去注定？是啊，咱的丹田啊，所以丹有这个丹田的名词，所以唔到有丹炉。丹炉炼丹，所以注定丹炉炼丹就是在这。所以咱的肉体叫做山东注定丹炉炼丹，就是在这。哦，所以咱就讲，黄帝彩绣山东注定金山下是啊，你经历啊，在你的佛在灵山莫远求，人人有一个灵山塔，只在灵山塔下修，无灵山嘛出来。万灵名言呐、啊，是啊，所以这个万灵的万，就是咧，甲咱只是讲，咱的肉体，这个热流是六兆的细胞所生产出来的热流，所以足济，唔是，而做一个万类，吼、哦、是足济的意思，吼、哦，啊，个类就讲哦吼。定即成，定即成是啊，定即成就是打造入禅完成啊。定即成，五龙随鹅并下行，哦，有讲出来无？来，所以较早咧形容的，水啊形容拍开洞的。五千年的黄帝将拍开洞的形容幽灵随鹅并下行，这个读作并，两个并夹的意思，两个并夹，两个并夹，这个读作并。他无咱讲并并夹并夹的意思，哈、哦，所以什么？咱洞脉落来行到这，所以安呢？哦、所以就在这幽灵随鹅并下行，是啊，动的啊，是啊，开动的啊，打造入禅了后，我进入大乘法门第六音乐波罗蜜，开动的，打开动的，动的要打开了，但我打开进的，所以当中伊伫五千年，伊是讲一项，伊无讲两项。主要是拍开认同两面拢讲出来，所以才就讲哦，定即成，定即成。
所以这就是这个定积性，就是打造玉山打开一百空地的经脉，现在我进入大乘法门第六音乐波罗蜜。是啊，会艰苦哦，所以这就讲哦，有量随我，随我有量随我，是啊，随啊，动脉开动脉安怎讲？是啊，为着直直烧起啊，直直烧起啊，有无？冰下呀，千。孙亚个形容叫做千斤重的罗大石，是不？是不是呢？是啊，所以文艺的交代，伊就是用安尼交代。所以贫下伢，吼、哦，唔得上徛，是啊，唔得上徛，是啊，唔得是伫头前啊。头前你的心，你的心典型叫做地啊，是啊，即嘛是心换伫你的肉体内面咧循环运转啊，所以叫做气，伫你的肉体咧循环运转咧，甲你开你的经脉啊。所以这就讲哦，好酒点暗底，看后壁就是这黄帝上徛，轻神后宫上者七十余人。好、哦，两难相去，来，是不？两难相去，是啊。拍开命门啊，有无？我先讲拍开命门，拍开命门了，才开毒呢。七十，所以即马伫遮都会使解开讲，孙亚爹娘咧讲一句话奇怪。我若当作入禅，是将我的六意识消失，因何我的惊慌失措？所以底下都印证，咱当一个人，你修行六义，在甲佛陀《大慧顶首楞严经》第九讲的无毒鬼王，咱的义底下七巧，眼耳鼻舌身意处七巧，是无？七十一人两难相去，是啊。所以咱虽然讲，咱失去咱的肉体消失去，但是咱的六义跟咱的气力强。所以这嘛就是讲六义失去无，所以讲七十一人两难相去，就是讲。气在我的肉体咧循环运转，但是我的六义无消失，所以孙亚代以当今的医学咧讲，当咱打坐入禅，是咱的眼视觉视觉神经消失，唔是咱的六义消失，所以伫这个印证到啊，所以经典爱看，就是伫这，看咱的老古经、黄帝阴符经。哦，伊讲伫遮，黄帝徛上心吗？即马心伫你个，咱即马将心叫做如来啊，伫你个肉体咧开经脉啊，所以唔得讲黄帝上徛，轻神后宫上驾七十余人，是啊，我没有啊，但是伫我个肉体咧循环运转啊。而做有无眼耳鼻舌身意处七窍，所以任何经典，观道经也好，佛经也好，圣经也好，拢是用一二三来排列的啦，是啊。所以这就讲啊，有无？是啊，后宫啊，后宫啊，即马就讲到后宫啊，后宫啊，轻神啊。是啊，一团高肉瘤啊，后宫啊，往后啊，是不？打坐入禅恢复叫做阿难啊，所以阿难大佛顶首楞严经的阿难就是佛陀本人啊，
本人啊，伊即马接受第六音乐波罗蜜啊，去伫你个肉体咧循环运转，足痛足艰苦个呀。免哪破开你个经脉，免哪破开你个经脉，你免哪形容出来。所以直接就讲，当我劈了一声响，嘣，以后才有啊。所以唔单伊只讲啊，后宫皇后。哦，上者七十二年，是啊，是啊，七七消失啊。不过其在我的肉体在循环运转，是啊，所以咧讲七七就是六意。咱打坐入禅，咱六意无消失去，因为咱六意也消失去，咱就无办法从咱打坐入禅的过程要安怎甲记录起来。所以我才会讲，咱的脑袋瓜是一部。大电脑能记打坐入禅一切过程，跟你回归你往前的故乡，电脑再把它释放出来，有无？迄我伫你顶经无拢有讲，讲甲清清楚楚，所以就是伫遮。所以唔单只只讲后宫往后，所以后宫就是行第六音乐波罗蜜啦，往后。有无上者七十二人是啊，但是伫打坐入禅都有七尺六义金相啊，因为你也无六义金相，你无办法啦。七尺六义七尺啊，是啊，哦，所以就伫遮七十二人，哦，两耐上去是啊，往上啊，往上去行起啊。去往上行起啊，两耐上去啊，有无？两耐上去啊，吼、哦！以小行不得上，以小行不得上来。今嘛师兄要问啊哦，哦，今嘛我唔知啊，我了去拍下称啊。何为以小行不得上？哦，孙亚刚十二年来讲到有嘴无单，各换一个角度，你又搞不清楚啊！什么叫做以修行不得上？嘿，足简单的呢。嘿，这个我唔知啊，正经吼，真的都是要抓起来打屁股。那我们人有一个什么东西？人披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臭皮囊对啊，所以就是细胞无办法经营起来啊，所以细胞叫做修行啊，气唔到法度，气叫做大神，细胞叫做修行。哎呦，足简单，所以这个臭皮囊没有办法跟你升天啦、啊。好、哦，所以咱即马社会无一个叫做什么练功无。讲什么肉体会可飞升，迄就是咧操蛋嘛，胡说八道嘛，这都讲啊嘛，有无？你的六意有办法跟你的气飞升，但是你万能哦，你这个万能的细胞你就无法度哦，很多的细胞是。物体哦，气是热体哦，所以细胞是物体，物体无办法跟你起来哦，因为物体跟灵魂是不同哦，气是黑色的灵魂进化白色的灵魂，白色的灵魂进化一束光，所以叫做佛光普照，所以佛光普照叫做万灵明灯，明灯者甘怎呀？所谓寒门者国口呀，黄帝你是黄种人，帝就是心，哦，是咧一个咧。皇帝，你的肉体就是黄种人，帝就是心，心的展现，所以叫做黄帝。黄帝，黄帝不是一个人的名，哦，黄帝是心。是肉体，所以地是心，所以直接就出来。伊这就讲寒门者骨口呀，黄地
彩秀山东注定金山下定即成有良随我兵下营拍开毒脉，拍开毒脉，所以直接就感觉拍开毒脉，所以拍开毒脉就讲到你个恢复一个凡夫俗子啊，凡夫俗子啊，所以伊个类就讲哦，皇帝上徛，亲臣后宫，上驾七十余人，两奈上去，所以就搁在咧讲，他打坐入禅的过程。他打坐入禅的过程，哦、所以叫做讲，天神后宫上驾七十余人，两奈上去，以小心不得，以小心不得伤，小心不得伤，就是你的细胞。咱一个人的肉体细胞有偌济？当今的医学有60，是啊，密密麻麻，那么多要怎么样跟上去？所以呢，他是咱一个臭皮囊，臭皮囊这个肉体物质体，他是要滚都消失掉的，烂掉。所以在讲，以小心不得伤，就是无办法。但是咱的气是进化出来，咱的气是咱这个细胞所生产进化出来。哦、所以在这里就说了、哦、耐帅敌量、做敌量兵不对，是啊，敌量兵不对，但是你说哦，他是打坐入禅的时候他没办法去、哦、但是打你开动的时候他是这样、哦、千斤重的落大石，打开洞的是千斤重如大石，所以底下就讲哦，吼、哦，以小心不得伤，耐菜敌量，敌量兵不对，有无不对？拔嘴，是啊，拔嘴，有无？需要开洞的小看一下。千斤重的落大石，一下行了，马上是搁拔嘴，敌两兵搁回到等，所以就讲有无？耐猜敌两兵拔嘴，是啊，我没有办法跟你，我这个细胞没有办法跟你打坐入禅，但是我有办法帮你拍开动脉。千斤重的落大石啊，这是往后，吼、哦、啊！但是要做七十余人耐伤，那是打坐入禅，所以你爱分。这是打坐入禅，这对个打坐入禅以后恢复一个第六音乐波罗蜜，吼、哦！所以前后拢讲个真详细。是啊，所以叫做讲有无吼？耐菜耐帅，你要搁知影耐帅耐帅敌量兵兵格的意思，去你才行，要搁知影。我今日无去，但是我伫你的肉体，我要有办法，我要在甲你开经脉吼。伊讲敌量兵不对，黄帝姜哦出来啊，黄帝姜是啊。所以黄帝叫姜，是啊。所以分雷震开无基础，天上神鬼不安宁，就是在这。南方拼定火，北方惊心惊，东方心毛木，西方饮鬼水。不是啊，屁的一声响，带我的右屁股外侧一点啊！我问你。什么风？是啊，我看到水印啊，又是在我的左大腿啊。是什么风？所以福气的最八卦就是安尼来，十二加两条车啊，送，是不？
一个就屁的一声响，一个就水应，所以唔得叫做八卦。哦，八卦而来，即马师兄伫遐讲破，是啊，足简单，是啊。三八卦变啊，话福气嘛搞不懂啊，去看到骨壳，哦，原来就是安尼哦。哦，爱就十二线，各加加两个车啊线类，啊，就八方为安，是啊。啊，所以唔得叫做奇门遁甲，啊，就是伫遮来；奇门遁甲，啊，就是伫遮来啊。是啊，啊，叫做三元、上元、中元、下元，吼、哦、啊，叫做六爻。六爻心权制气，迄度爱阁讲甲金玉经入去咯，是啊。所以在做孙亚师姐吼，看经典不要混啊，人家用混可以混到钱呐、啊，你们再混是混时间呐、啊，反而是吼急先生唔接令呐，人个字吼。伊咧分是分钱去入伊啦，恁是咧分是分钱唔入恁啦，是啊。所以经典拢是会转一个角度去演讲，佮转一个角度演讲，佮转一个角度去演讲。吼、哦，所以到尾啊，对虾米，咱亚经都会讲出来。亚经，所以孙阳讲亚经骗人就是骗人。所以两爻叫做三环，四气、土气、亚气。是啊，吼、哦，所以叫做讲哦，吼，帅哦做帅爹，哦做两边不对，唔得强，是啊。啊，嗯，是无，唔得强，是啊，手就是强啊，唔得强啊，是啊。所以佛道的如实在人心如得天啊。所以如果多主恩典何以低级不如经为挖何其无间及丹田明呀何其者吼我做父母所生一点所起之地呀吼那就工作长的呀那孙子的仪做我们的仪器阳明里面就说得清清楚楚了就不用再说吼所以恩典经后世阴名基础鼎恶对啊，所以你的丹田叫做鼎鼓，是啊，好、哦，所以唔得讲唔得鼎鼓，你一定爱有鼎鼓，你道在升天，是啊，道在打坐入禅啊，无你咩位都下功夫，是啊。用一个鼎下骹咧烧火啊，唔得呛水烟呐、啊，吼、哦！哎，所以伫遮呛水烟叫做七十二银呐、啊，水烟叫做七十二银呐、啊，是啊，啊，这个啊，啊，这个修行叫做细胞啊，这叫做细胞啊，六十个细胞啊。好啊，我无办法，今日打坐入禅，我都倒转来大乘法门第六音乐道波罗蜜，我拍你的经脉啊！是啊，哦，所以唔得讲，咱打坐入禅，爱拍开咱全身肉体五百三十五经脉。啊，什么叫做五百三十五的经脉呢？脑袋瓜嘛爱灵活一点。眼、耳、鼻、舌、身，是不是五？三，上、中、下，是不是三？眼、耳、鼻、舌、身，啊，是不是够五百三十五？所以叫做打开全身的经脉，就是安尼尔，嘛是一个形容词尔。其实真真正正。打开大经脉，就是孙仰写出来遐尔。小经脉密密麻麻，啊，只用一个形容尔。好、哦，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学猪啦。学猪就是一天混过一天，那
钳子都不着你了，你也追不上他了，呀吼！所以叫做讲有无吼？唔得强势啊，唔得强啊，强藏伫底，唔得强藏伫你个顶下啊。所以黄帝宫基后因名基础鼎湖是啊，来是啊，是无恁盘腿打坐手放伫底，肚脐下一寸啊，是毋是叫做鼎湖？是啊，你在利用鼎湖，你也唔到打坐入禅，叫做升天。升天何称为地？妥妥的意思。哦，啊，今嘛拢讲讲吼，皇帝叫做金主，啊，叫做黄龙青龙，是无？其实历代的皇帝啊，拢一寡，叫做帝国啊，甲帝国唔嘛啦，皆叫做夷人啦，人以夷夷啦，我不夷人啦，是啊，所以吼、哦。他在皇的皇帝啊，其实拢一挂帝国帝国啊囝，哎，帝国嘛，帝国嫂啊，呀，皇帝哇，伊真主正拼的真主，哦，这拢愚人政策的骗人啊，吼、哦，所以人家讲黄帝宫，咱的手叫做黄帝宫，吼、哦，后世因名基础。鼎湖是啊，你会知影藏伫遮，安尼藏啊，什么人有教孙娘？我无啊，我干那教我的肉体对症尔，对症安尼直直演讲出来啊。所以就是咱《阴符经》第九卷，来，咱搁甲掀一个《阴符经》第九卷，吼。第九章里面讲的《阴符经》第九章，愚人九章里面讲的，有无？愚人以天地文理，吼、哦、性，本人足够的，入师做对足够的，国文的老师足够讲道理，吼、哦，伊家就讲啊，我以俗物文理浊。我以俗力文理浊，所以我以俗力文理浊叫做无理天师。我打开我一本无入天师，吼、哦！以前来讲愚人，就是讲遐祖先因拢足敖的人啦、啊。所以先话大中华民族无科学未发展，到尾啊去学北国联军拍甲密密麻麻，应该来要吟诗作对啦。哦，银只鸟啊，足水个，恁飞生一粒卵落落来，落去我个嘴内，足甜个，足好食个。到阮只鸟哦，落一粒卵落来，你啊看，即马敦煌要阮个飞天的仙女嘞，乱来个，飞天的仙女嘞，直接就讲啊，细胞都无办法去你啊，要飞天的仙女嘞，人会长翅膀吗？刚刚我细汉的时候，我那一个水利会朱太太，伊讲屏东的龟哦，有迄西洋番啊，长翅膀的飞啊，咱囡仔人龟哦，敢那咧龟哦咧，迄西洋番长翅膀的飞啊，今物都知影哦，原来西洋番就是美国、澳洲那边的人嘛，什么叫做西洋番？啊，咱也毋捌看过外国人。头毛红红，目睭罗罗，人讲迄西洋番啊，迄长翅膀的飞啊，迄龟哦，一支鸡毛甲下落就沉落无影。你听我来受罪啊！这不是愚人吗？所以叫做讲，迄祖先较早足敖的人，因叫做愚人。吼、哦，天地文理性，吼、哦。我以俗物文理浊，人以夷夷，我以不愚不愚。我未去骗人，所以孙亚代讲一句话，孙亚是讲实话人。啊，孙亚未去讲补，啊，孙亚未去讲骗，
就是一家，就是一家就讲人以一义，一人天地文理性，这天地文理性，这个就是人以一义，同看作戆啊嘛。你只个认识做对尔嘛，认识做对有在实现无？无，没有科学根据，只是陶醉自我。所以大中华民族甲清朝代啊，八国联军拍甲密密麻麻，是啊，拢是家己害家己，但愿家己害家己未阁发生啊啦，但愿啦。手拿一支金锁匙啦，打开金门这片的大门啦，祈求世界和平，祝中华民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历代有一个故事，剩一片金门要无打开，就是回教徒的演讲，是啊。所以需要有机会去甲金门讲安心慰，落金门机场，我就开口讲这句话：手拿一支金锁匙，打开金门这片的大门，祈求世界和平，祝中华民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啊，桥嘛，需要就碰到桥嘛。所以以桥就可以兴师嘛，对吧？金门现在没在发展起来、哦、所以就说那个以前祖清他们是学者的人，叫做人以一义、哦、我以不义，我不去愚弄大家、哦、圣人以其其圣，我以不其其圣。你要问我什么代志，免提题目给我。你只有提题目来，我就答复你。敢那上简单，顶日啊有人带政大的学生来，那个查囡仔173公分，因的长辈拢讲伊患着忧郁症，我讲唔是，他智商很高，伊要了解代志，你拢无办法去了解。啊！恁拢讲伊出问题，来到我遐看有啥物问题不？伊问我一个问题，我直直答复。伊讲伊要改名要改呢？我讲你也改呢，是你一辈子的包袱，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包袱抛弃，你要怎有办法更上一层楼？我、哦、师兄你好厉害哦！我讲不厉害啊。是啊，所以苏亚达讲过，世间人不能把执着，你的执着就是你的一生的包袱，你要去把你的包袱甩掉，就是在这吼、哦。啊，咱今日去讲讲吼，做名其处顶顶鹅吼，啊，今嘛各类都讲哦吼。后世因其名处为顶鹅，其中还鹅。哦，来书念要个名，何以哦？嘿，其中还哦，还哦，吼、哦，其中还哦，意思吼、哦，伊即马就用鸟啊咧形容啦，鸟啊有翅膀啊，有翅膀，翅膀到啥，是毋是安尼？下鸟啊的好的意思，所以唔得叫做音符，就是伫遮，所以唔得伫遮讲，做鸡鸟或鹅，鸡公或鹅号，乌号，吼、哦，是我做升天升神，升神为五帝之一，中央五帝。有无中央五帝，称最高之天神，我咱大家同是神的子孙。要做神的子孙，是爱讲六兆的细胞，其实都是一群搭一大群的猪，还有诸国当神的祖孙。
是吧？都是猪，都在训练而已，训练一直在训练，所以叫做讲，你要有办法将做基础挖乌，吼、哦，基工挖乌乌好，是咱的做升天，是啊，你要去找你的做啊，爱找到找到你的心嘛，是啊。所以黄帝不是人，所以先言先言而比所孙言丑，先言而比所孙，先言而比所孙，言两只手，两只手，所以两只手叫做乌乌。坑的多呀呢，所以叫做黄帝阴符经，就是这样。所以黄帝不是一个人，黄帝是一位先生。吼、哦，啊，咱今天去讲讲黄帝，有做咱这个顶峨升天啊一段路。啊，咱下个星期六换来讲。中华新州，吼、哦、啊！伫只咱即个黄帝顶峨升天啊，讲完啊，下个星期六换来讲中华新州。谢谢。咱今日话演讲吼，阴符经四，吼、哦，顶峨升君名曰黄帝仙元者。假或替业，吼、哦，所以孙亚就伫遮演讲一个。咱这个黄帝是代表咱黄种人，所以韩国人爱讲因是咱这个神的子孙，日本人伊嘛讲因是神的子孙，咱大中华民族嘛讲是神的子孙，吼、哦，所以标准神。以前是打坐入禅修道有完成的人才叫做神，现在不是参头参尾托你说哦，很多神的带不完、哦、现在虽然是以神演讲一下，所以鼎峨升君，所以鼎就是我们的丹田，丹鼎水珠的棍啊，神不可以造出来，棍就是十八名曰黄帝仙元，所以黄帝是代表黄种人、哦、仙是代表眼鹅鼻舌身，仙眼是代表一双手，告诉你一双手不可以去买东西来吃，其实盐不是拖车，车两支叉管叫做盐，所以就代表手，手就是姜，眼鹅鼻舌身，因为咱五千年的经典他们都用咱这个口语承传下来的，他们没有文字，好、哦，这个你来知啊。所以这下嘛是用口译承传下来。跟咱这个汉武帝是司马迁呀，他开始汉书记录，有文字的记录，较早拢是用嘴来讲的呀。教你什么功夫，教你什么功夫。所以鼎峨升君，名曰黄帝仙元者。假或体呀，身体，哈、哦，这么个人就开始讲哦。大家拢讲黄帝是拜公孙子为师，唔是？公孙子就是伫咱的丹炉内面咧温养而成，丹炉。所以老君做丹炉炼丹，咱的肉体嘛有一个丹炉，所以才讲。公孙子以空洞之山，有无？咱打坐入禅，金刚经的四米三王，
就是公生主义空洞自杀。所以金刚经的四弥山王就是空洞自杀，咱蒙无。所以因较早无人真正咧修行，拢教人咧拜神尔，信宗教咧拜神。所以师兄大会讲，自称上人、高僧、外父、无上师、大禅师、大法师、道长、神父、牧师、教主、师父，这十一种人，拢总不是修行人，是社会假神堂，啊，叫做龙。啊，龙得西教，吼、哦，啊，教得肥低。哦，所以我讲社会三种人，龙、狗、猪，哈，狗就是帮助龙，龙后背，吼吼吼吼吼，啊，伊个一棍猪，敢那咱咧看迄大陆个羊啊有无？用狗啊咧赶羊啊，即摆是用狗啊咧赶猪啊，猪啊在走唔在死，嗯嗯。在吃啊，在走不在死，所以咱社会有三种：龙、狗、猪。因为家己无要去求知识，干那听人讲，是啊，听人讲，啊是性格健康拍拍。所以修行不是高学历的人的专利啦，修行不是无读册的人都唔捌啦。所以宗教叫做教，是计乱背，啊一挂低，听到教咧背，啊都话要惊死，啊来信宗教啊都迷死，闹嚣坑啦，吼、哦！所以唔单讲迄拢唔是，所以孙阿大讲，你十一种人叫做龙，叫做教，叫做低，低就是信徒啦，吼、哦，教就是传道的人啦。龙就是坐伫椅仔顶，如日修刀金，迄较少啊。坐咧啊，日修刀金，啊狗啊，就直直吠音，啊信徒都哭哭，迄、那个大包钞票，哇，为个卡趁啦，啊空手经直直现。所以唔得，庙寺遐济，教堂遐济，佛寺遐济，就是安尼来。哦、所以孙兄分析了真准啦，孙兄未乌白分析啦，吼、哦，所以叫公行主，公行以空洞之山，所以咱赶快嘛，哎安尼嘛，咱肉体有一个丹炉啊，咱用丹炉咧温养，温养什么？温养咱的灵魂，咱乌色的灵魂。要甲催化甲白色的灵魂，白色的灵魂要甲催化甲一束光，为咱的目睭展现出来，所以叫做鼎湖，吼、哦，叫做公行主以空洞之山，是啊，但咱打造入禅，咱的肉体失去触觉，咱的目睭，咱的灵魂。为目睭看出来，是不是叫做空洞之山？是啊。所以当你有在修行，正式的方法，你修行打坐入禅，你就知影何为空洞之山，公行主。你来看，伊这解说，因较早嘛讲啊，公行主的公位，是啊。哦、所以因这因这较早解说，较早解说的人嘛是甲今嘛同款，龙到底几大堆，因为无人行去吧。所以公行主，所以公行主就是咱的灵魂伫咱的丹田内面，咱的丹炉内面，咱的丹鼎内面咧酝酿，酝酿到时间到，劈雷一声响，嘣一下。伊就提升为咱的目睭展现出来，所以叫做真久的时间。你甲算，那阴符经咧讲啊，咱顶湖顶湖神君，伊是练百年啊，
近百年才成就啦。咱即马咧讲老子、太上老君，三十年时间足久。咱黄帝阴符经十三做十干十三章吼，内面你啊看，伊就讲啊百年啊，百年才成道啊。啊，你啊要甲老子、太上老君讲诶。我太上你老君啊，足幸运的啦！啊，甲师兄我讲，我无幸运，我2500几年，我无幸运。哎，我是衰尾道人啦，我无幸运啦，是啊，吼、哦。所以在伫遮，所以在讲光心注意空中积山，是啊，因为我安怎自称衰尾道人，我唔敢讲骗啊，拢讲实在话啊，是啊。是啊，所以唔得讲修道并道，修道是副道，吼、哦。所以就是遮，功行注意空中之山，德行神古妙之理，哦，神古妙之理，神古妙之理，有啊。今嘛人就讲讲叫做神机妙算，是啊。哦，王神鬼谷子偌厉害咧！上孙膑一本无理天师，上孙膑一支什么顺风机，胡说八道嘛，根本无那那物件。我都看到王神鬼谷子的看日课的本书，其实甲只嘛，咱一寡咧共看一个底下咧本本万年历要差不多啦。哦，对一天好，对一时好时。一位修行人，一位修行人，伊的眼中，伊的脑袋瓜内面，脑今仔日叫做好日，明仔载叫做歹日，几点叫做好时，几点叫做歹时，迄不是修行人啦、啊，迄是叫做江湖术士啦。骗人的钱财尔啦，但是你听我甲看，因有在好业过几代，富过几代，你拢听我甲看，吼、哦。所以才讲，功行注意空中之山，德行神机妙算之理，就是咱顶下讲啊，有无？咱这个阴符经第九章，阴符经第九章无都讲吼。阴符经第九章，伊就都讲啊，以人以天地文理性，伊拢会看读册。即卖老师嘛同款啊，怣人以天地文理性，伊咱即个阴符经嘛，因只爱讲是怣人呐、啊。哦，恁那那恁足敖诶，啊恁都硬读诶四背背遐。背世界地理，背世界历史，吼、哦！换伊安怎讲呢？我以事物文理贴，我以事物文理贴，所以孙也唔得讲，看到不管你任何的古经，孙也都在解说。什么人来到我的面头前，我都知影伊有什么代志，所以叫做讲。我以事物文理贴，吼、哦，人以义仪，即个自称讲伊天南地理历史练甲足够的人，其实伊是怣人骗怣人啦。所以《木经》都讲人以义仪，怣人骗怣人啦，吼、哦，我以唔义。圣人以积极性，我唔以积极性。所以，自称足够遐个人，因是死背尔啦，死背。所以，孙亚达拢来甲咱中华金刚无相禅师协会会员会员讲一句话。孙亚达讲诶，你老在伫外口讲五句就好啊。爱我讲，所以真侪人啊，要跟我讲啥？
伊咧讲经典，好，我讲你佛经摕啦，你要讲道经，道经摕啦，我无爱甲恁密啊啥。应该哦，啊，对一个大师讲什么？对一个大师讲什么有根据无？你有根据的，所以就是伫遮。其实伫五千年前，自称上人高僧、活佛、无上师、大禅师、大法师、道长、神父、牧师、教主、师父，伫五千年前都有这款人啊，不是今嘛，倒有这款人，因都足够胡说八道。看到日头，就想到哦，我太阳有一个太阳神，看到月亮都有一个双鱼足水的，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咱大中华民族最大的毛病就是思经上巧，足够吟诗作对，吟诗作对又能怎么样？哦，天顶只仙桃挂大粒的。啊！落下来，我嘴底开开，我食着，我都哦做千万年的唔死鬼。啊，天顶都无一个神图啊，天顶嘛无一张个图啊树啊，嘛袂结一粒图啊落落来你的嘴，互你食。哦，所以就是安尼吟诗，所以伊才就讲，以吟以天地文理性，讲伊足敖，性就是足敖。我以是物文理天，是啊，苏亚无什么行业啊，苏亚还没有碰过我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想简单，我即马讲咱的会员，做林明柱林师兄，定来因妈俩讲十外天，省私立桃园医院疗养院拢结无法的，我讲无你换去黄医师啊，黄医师嘛结无法的。我讲你带来我家，哦，是啊，半点钟我就甲处理好，好过十外天，忽然间过发帖。我讲林师兄，你妈今日过发帖吼，安尼你处理佛事是无意义啦，甲收掉啦。伊讲好啊，我也想想，哎，孙啊，今日去礼拜无回收咧，我讲啊，你都现甲贴，那在等回收，好啊。现在就都给拆掉，心就都给拆掉、哦、现在拆掉他就叫计程车东西再去虎头山移送，一回来而已，他跟我说、欸、我就问过打电话，孙子我拿他移送回来、啊、你说你妈的、啊、我在拆才走到哪里、哦、有啦，现在回来了，现在我妈说我的气有神啦，跟妈说我的气有神，我说、哦、这样您林祖明林师兄，你无阿磕倒去，恭喜你，你妈介绍，哦，安尼我知，我知，我你妈顶啊，真正起笑，这回介绍，你话无代志啊，安尼你知影里边话去应付你妈，吼、哦，恁家庭所发生的代志，自恁爸爸往生了，到这当中，啊发生偌济代志，你就知影边话应付，你话无代志啊。哦，你妈这嘛是假笑，一定要查囝教伊假笑，是啊，是啊，真病无有医啊，假笑无有医啊。管理华管书记，顶下恁两个唔是来一个，因袂使开工叫伊爱去精神病院。我讲免，你去学黄医师，你甲看十遍，你的忧郁症就好无啊？都免看十遍，这嘛都好去啊。啊、所以真济人是真病有药医啦，假病无药医啦。吼、哦，真人讲实话啦，笑的胡说八道啦。所以你来看，咱天下间有偌济笑的，遐自称上人、高僧、活佛、无上师、大禅师、大法师、道长、神父、牧师、教主、师父，这十一种人拢是笑的。是啊，听我经典看，师兄不是批评的，经典看，看经典的内容就好，吼、哦。啊，所以唔单对一部经，咱这个一部经就只要讲德行。心机妙之理，阴阳消长之机，我、哦、讲出来。
阴阳消长之机，所以阴阳消长之机，就是咱佛陀讲的，而做咱这个，而做明心见性，就是咱佛师所讲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五白分明。是啊，阴阳消长啊。当你打坐入禅的时候，是啊。阴阳消长啊，阴阳消长，恁知影意思无？知影意思无？即马需要问在座的需要师姐，知影意思无？唔知影都爱举手啊！莫干了，直接听狗啊，听雷耳光啪啪啊，嘣一下，是啊。听过有问题爱去知影，唔知影就是爱举手，就是爱问啊，是啊。所以阴阳消长，知影什么意思无？有人知不？不是啦，哈呀！打坐入禅啦，是啊，爱讲打坐入禅啦，上标准啦。打坐入禅，你的心展现出来，你的触觉消失去，所以叫做阴阳消长。所以你要有经过阴阳消长之机，你才有办法得到咱这个心骨。心机做德行，心孤苗之力，力到五，是啊，吼、哦。所以需要拢来讲，因为咱经典，任何经典，那真正的经典，拢为阿做咱这个阿爸讲道等啊，阿爸讲道等，因为你有成就了后啊。你才有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有办法打坐入禅，观音诸王普渡解脱之彼岸的西方极乐国土，是吗？所以经典绝对没办法为头前说，一定为后面说不动了。所以我孙亚大讲，任何真经拢为后边讲道等啊。所以较早我嘛对啊，我较早咧看任何经典拢为后边看道等啊，其实是对的。我唔捌为头前，我为头前看道咧看无经典咧讲什么，为后边看道等来看。我妙法莲华经嘛同款，为后边看道等啊。楞严经嘛为后边看道等啊。所以我才会讲阿兰，大家拢讲佛陀上细汉的尊者叫做阿兰，无啊，阿兰就是佛陀啊，当咧拼第六音乐波罗蜜啊，所以破输逆王是啊，咱当作入禅死去叫做破输逆王啊，嘿，咧做寄神日啊，阿兰迷惑啊，对啊。到处入禅，你的意识消失去啊！免讲嘛，阿难迷惑啊！所以我今嘛就咧讲大佛顶受楞严经，是啊，所以就是伫遮。所以唔单讲光行主，所以光行主就是咱的灵魂，伫咱的肉体，伫咱的丹炉、咱的丹鼎内面，伫啊咧酝酿。咱要乌色的灵魂甲酝酿，甲白色的灵魂，白色的灵魂要酝酿甲一束光，为目睭展现出来。所以咱打坐入禅，叫做时色甲心光消失。所以咱伫这个阴符经内面，伊都讲，我做七大神金龙去，但是以后的修行无办法，是啊。你六兆的细胞变了，六兆的细胞对你的肉体消失了。但是咱的六欲，甲咱同时去哩，咱唔到再个回到转来用六欲将咱打造入禅来演说，予所有的大众去了解。是啊，所以就是伫遮，所以因咧演讲，一时代讲的一个角度无同，一个角度无同，其实意思拢同款。所以我会带甲咱这个耶稣基督一个传教四十年，我用佛经界混合落，伊惊一个险啊破蛋，带一挂牧师要来甲我见面，伊讲伊有办法将咱圣经用佛经甲融合落。
简单哦。我讲文意不同，意思同款，你讲同啊。哦，所以就是伫遮。所以人家讲，公心主以空洞之山，德行行故妙之理下，嘣一个，霹雳一声响。哦，伊讲较简单，哦，后来阴阳消点之机时啊，你的心展现出来，是啊，因为安怎阴，你的肉体叫做污泥，叫做阴，阴消失去，阳展现出来，为你的目睭展现出来，所以它叫做阴阳消点之机。所以阴符经的机叫做眼。哦，爱记咧，因无经的记叫做眼，所以需要讲，当今是肉体机器人研究更替机器人的时代，但愿肉体机器人反倒转来研究肉体机器人的肉体内中有一个心，有无？所以需要咧讲独孤。拢配合着五千年的经典，拢配合得着。我外有所诸多宇宙内外，所以孙亚讲每一句话，经得起时代跟任何经典的考验。只要我无看啥，阿多阿得个下几个，你个看。原本我做银河白光世界是无限大的空间，你个看，我也冇著作权啦，有无？讲了到今嘛，阴符经有效无？哈哈吧吧，是啊，查甫就是查甫，查某就是查某，拢未骗人吼、哦。所以才就讲阴阳消点之机奥，修炼以洞庭之雅，有无奥？今嘛了奥，我进入第六音乐波罗蜜奥，有无奥？奥修炼以洞庭之雅，是啊，而且洞庭，所以咱的目睭就是洞庭之雅，朝外看，哦、所以今麦这都话进入第六音乐波罗蜜，大乘法门第六音乐波罗蜜，哦、所以这都讲哦，奥阴阳消点之雅。自己后修炼以洞庭之雅，有无？洞庭之雅就是敢那咱这个太乙真人，上名叫做伏羲号。你这个十二金睛塔因何行？山海之水因何流？因何流？解渴了讲好入界，搁等于好我修持，不完。安尼才入界尔，其实我才进入第六，做进入大乘法门，做不离佛性，佮恢复一个凡夫俗子，叫做阿难，要进入大乘法门第六音乐波罗蜜，才要开始艰苦尔，才要感觉哎呦，爱十年的时间，才要开始尔，吼、哦，所以就是伫遮，所以我们一个人。人气信如追台机器咯，刚才讲这台车，你坐上驾驶台，方向盘一握，那一台车它很听你的话，是啊，那开车是一种怒气，赶快，所以这嘛对家，你这嘛洞庭之雅了，丢先敌肌肉。是安怎？伊会讲脏脏兮啊，咸啊，肌肉啊，我做得很顺啊。我未做噶，做面啊悠悠，要哭要哭啊，我未安尼啊，未啊。做个面啊，油油要烤要烤啊，啊无就做个，对啊，所以叫做优先敌肌肉，很好啊，很舒服啊。
很舒服啊，哦，所以叫洪来明，所以孙兄弟有咧讲一句话，咱修行是咧修什么？修五空、六识、七窍、八明、九通。是啊，我掌握得很顺啊。是不是叫做九方？九天地之乐，九方来明。五空、六识、七窍，是啊，八通、九明，已经。人讲做打坐入禅以后，你的吸气、吐气、压气叫做音符，你已经落会顺清了。随便啊，我这样我也可以做啊，我哪都爱盘腿。是啊，我大家落会顺清啊，不变，所以叫做丢天地之乐，丢风来明。是啊，是啊，不通丢明啊，很顺啊，很顺啊。我翘着二郎腿，我也可以打坐，是啊。所以就是直接，那叫做讲，叫做丢天地之乐，丢风来明。高粱起舞，是啊，高粱起舞，所以咱的传说乌龙足济，好水啊！咧用就是龙要来啊，是啊，所以拢颠倒讲，九方来明，高粱起舞，吼、哦，高粱起舞，二飞屯海岛，是啊，啊，你着看到，今麦你的肉体叫做。海斗王啊，飞屯啊，啊，你要安怎？高粱起舞啊，二飞屯海斗啊，咦，是啊，你的肉体亡无啊，所以你伫咱这个顶五神君伊家行五功，你打坐入禅，你的肉体就是一粒海斗啊，因为你正用的大腿灌着水啊，灌着水印啊。是啊，水硬在你盘腿打坐的左大腿的硬啊，啊，你的肉体就是海岛啊，啊，你有海啊，你要哪过？所以较早叫做高粱起舞二飞屯海岛，有无？是啊，伊就是用安尼形容啊。哦，啊，真正需要我看到的龙地地面上咧走也未飞啊啦。所以是一个形容，吼、哦，啊，因为师爷吼较老实，未形容遐奇奇怪怪的，会给恁听。我确实发生什么，我照实讲。吼、哦，啊，这也是是毋是较早因拢做咱这个口译的传承，啊，无加一点盐巴，加一点醋。啊，敢那大家听了较未入耳，所以因才会用安尼讲。啊，但是伫遮都对哦，是啊，水硬啊，对啊。啊，但是用较先期啊，高粱啊，啊是较早的人较神秘，是啊。哦，这因为时代五千年啊啦，咱都不爱去甲追究啦。哦，所以孙亚就讲。高粱是啊，起舞啊，屁的一声响，嘣！一团高六六，宽度都右大腿，足冲脚跟耳气，再从脚跟，好、哦，耳朵回来到臀部散花窝上，跟我目睭背近，我就看到我的左大腿水硬啊，所以才过对哇，看到水硬啊，但是你要哪过水硬？你也不旁准啊，所以用背啊，是啊，哦，所以就换用形容用背啊，
所以现在都画龙的背啊，天魂驾雾啊，但是我看到的龙都在地面上在走，不在空中在背啊啦，知道？所以差在安呢。我看过两遍龙，拢嘛在土面上在走，啊，不在空中在背啊啦。哦，啊，唔得讲咱人，人的脑袋瓜很可怕，所以世间的人，因上可怕是伫对呢，欺骗家己。欺骗家己，害家己，再搁去欺骗别人，再搁去害别人。所以需要金刚无相禅师到一句：天不可欺，人不可欺，自己不可欺也。可是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是小孩子，他看到那个龙石飞，然后飞进那个屋檐，我那边那个标案那样巧哎，那不是有龙吗？他就是用飞的飞进去。他是小孩子看到的，他是小孩子看到的，小孩子啊看到，用小孩子是一个搪塞。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大。哎，啊，他现在已经长大，他在做什么工作？他是以前是建中的学生，大学读也不怎么样。现在哈，以前啊，不丢哎，面敢那厚啦，耳啊大大，只尖尖啦。我也有点细哦，而且伊这部信那个什么叫那个西藏的那个我跟你讲啦，所以伊讲的我不爱信，伊讲的伊用搪塞。伊也是讲伊细汉有看到龙来，伊听到我咧讲这個，一定会来找我。刚刚说伊那龙是绿色的，然后就这样飞。是啊，是啊，啊，看安怎飞啊，飞龙也无翅膀啊，要安怎飞？啊，我会问伊啊，因为我有看过龙啊，所以我会有那强强问伊啊。敢那上简单，咱一个苏春梅苏姐，哦，因仔囝看到虎头山的声，我讲来，你叫恁仔囝，换我甲问。那你听错了啦，我没有这样说。同样啊，我就问伊就好啊。所以我拢爱讲哦，人讲哦，百闻不如一见。我拢要亲身看到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看到，他是怎么样说。是啊，啊，看到有花缭乱。哎，哦，我一回我都看到人脱离母，哇，看到因老母啊，那也无，是哦。一回伊都哇，看因老母脱离母啊，有啊，一回啊，伊一回啊，哎，记得着无？骗人的嘛，哦。所以我拢最敢，唔是伊读建中都很厉害，是啊。我跟你讲啦，以后再看到龙吼，伊即嘛未去信的宗教啦。所以我问足侪人诶，因看到龙安怎看？那都会魂啦。哦，看到魂咧飞叫做龙，是啊。我咧讲，右屁股屁的医生讲，较早庄师兄的朋友在北拍拳头袂过，有武馆诶，伊咧打坐听到雷公响，啊，当然咧讲。又屁股屁的一声响，你咧讲，你咧打坐听到雷公响，啊，人啊，较闷热，然后就哑巴去啊，哎呀，哦，所以就是伫遮，所以唔当讲，做把神话拿来当成是真的，那是错的，没有科学的根据，呀，把神话。哦、所以才就讲高粱起舞，李飞屯海岛。所以咱打坐入禅，咱这个无出格个。哦，咱才就讲吼、哦，咱五千年，黄帝阴符经仙愿者，所以高粱起舞，吼、哦，孙亚都讲过。咱什么叫做高粱起舞呢？我的右屁股。屁的一声响，一团高热流款到我的右大腿，直冲脚跟而去，再从脚跟逆行而上。当你目睭闭紧，看到你左手边的大腿的水影，所以底下叫做
高粱起舞，李飞屯海岛。是啊，海岛要安怎？所以咱佛陀释迦多，伊是用观音诸行普渡解脱之彼岸的西方极乐国土，就是用这套。伊咧讲的，伊讲法是安尼，是啊。啊，师爷是讲我惊慌失措，咱今物都要看个阴无经去，七大神金像。袂啊，遐小心无办法。是啊，你的意识啊，意识紧起嚟啊，但是你的细胞六兆的细胞无办法紧起嚟啊，因为咱这个肉体是一个臭皮囊尔，臭皮囊。咱修行是咧修咱的灵魂，唔是咧修咱这个臭皮囊。所以什么食菜啦，啥迄种骗人的啦，迄叫做狼骗狗。告出来乌白背，啊！龙就是自称上人、高僧、活佛、无上师、大善师、大法师、道长、神父、牧师、教主、师父，这十一种人叫做龙。啊！要看狗，你五味乌遐就足济啊！遐拢吸血鬼，你训练一挂吸血鬼，啊！出来乌白背，呜、哦！啊！信徒叫做猪，听到遐狗咧背，我要惊死。我遐狗咧乌白飞，吼、哦、有十点阎罗王下，世间都有十点阎罗王，所以十点阎罗王嘛骗人啊，根本都无十点阎罗王啊，是啊，十点阎罗王是李世民东条李世民所创造出来移民政策啊，什么叫做十点阎罗王？啊，一挂无知的猪就对你哭哭走啊，唔带大炮草票提起人。起庙啦，起佛寺啦，起教堂啦，是啊，所以就是安尼来，好、哦，所以这今仔日咱演讲的是五千年的五地阴符经，好、哦，所以家就讲，所以孙亚达讲经典标准是爱为阿伯讲道等啊，阿罗讲阿伯讲道等啊，飞屯海岛过来的公行主，所以公行主就打坐入相嘛，是啊。所以才讲飞尘海岛，咦，都是安尼啊啊，好、哦，功行之日留意发言，名为音符，音符，音符叫做符架，是啊，你爱去用啊，你爱要用啊。哎、啊，也要用得叫做修行人啊！你也未晓用这套功夫，你上人、高僧、活佛、无上师、大善师、大法师、道长、神父、牧师、教主、师父嘛是叫做骗人啊、吓人啊！好、哦，恁若无来这学修行，好、哦，恁后界死会去十八地狱，学做莫言当苦、自由定。罗剑山哦，罗刀海，你的肉体就叫做十八地狱啊！所以地藏经的十八地狱就是你的肉体啊！哦，什么哦？做十八地狱有十殿阎罗王，什么人看到十殿阎罗王？是啊，根本都无十殿阎罗王，是啊。啊，别讲到阴间啊，我那讲给今仔日来的人，迄要死的人听啦。咱阴间啊，有加二成王啦，一级成王啦，升得二级成王啦。做歹代志爱去遐审判啦，审判了啊无过关，杀去家己九华山地藏庵关到你规个头壳生虱毛啦。所以就是伫遮啦，哪有十殿阎罗王？有一级成王、二级成王、三级成王。三级成王，官风甲官水，何为风？官位啦，做官威风凛凛啦，官水主宰啦，主富贵啦，是啊。啊，所以信宗教的教导叫做低啦，低啊，敢若栽走、栽食啊，甲栽走，唔栽死啦，呀，是哦吼。所以才就讲。二飞屯海岛，功行之日，留意发言，名为阴符。
富者富合爱向，加菜有好无？臭皮人啊！还有一个什么练功呢？哦，你的肉体会飞升，要飞升位倒去，是啊。所以唔得低，所以孙兄就是伫只讲低，吼、哦、啊伫只好啊，咱各家关起来，换来讲中华。何以中华神州呢？咱中国所称神州，这是咱自咱这个汉朝落来了后有记载落来。吼、哦，咱大陆以前大陆拢俗称叫做神州，吼、哦。但是这个中国这两字是足早人就讲啊，唔是即卖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中国哈、啊。你啊看，这应该是足早人就讲中国啊，所以中国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利，吼、哦，大家爱知影，无讲到中国，大家就气甲扑扑掉。No, 吼、哦，大家人较早古时小看一下，吼、哦，所以才讲中国所称神州，对于国土之尊严，之尊严，吼、哦，所以即马即个中国需要讲一下，分类尊贵无基础，天上神鬼不安宁，是啊。南方鼎鼎火，北方金神金，东方神茂木，西方银贵水，中央无基础，所以国是代表一个咱肉体的一个称呼。统治的意思，咱肉体的一个统治尔。吼、哦，咱来讲到佛经嘛，讲足济国啊。这是一个通敌通清的意思。咱的心通敌偌济百姓有人知无？咱在座的孙兄师姐，知影讲咱的心通敌偌济百姓有人知无？咱的心通敌六兆的细胞啦。所以唔得讲中国。分类准确无基础，所以中叫做中央无基础，国叫做统治的意思。咱的心统治于一个国，咱的肉体叫做一个国，有六兆的细胞，有六兆的细胞，所以大家要了解，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利。好、哦，大家爱一了解，所以唔讲肃清心就是啊，你打坐去想啊，你的心通治六兆的百面呐。所以伊底下就讲，七大神经上小神无根起的是啊，细胞是咱人的肉体是细胞的结合体啊，咱食物件咧滋养咱的肉体啊。咱有健康的身体，唔得有咧资格去修行。你无健康的身体，你是要去修行？修行是要修啥？修你的心嘛。你的心是黑色的灵魂，要进化到白色的灵魂。白色的灵魂进化到一束光，光为你的目睭展现出来，所以叫做佛光普照。所以佛陀讲的修心养性，咱佛喜上名太乙真人讲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黑白分明啊！老子太上老君，做老君讲的黄庭何以低级？咱的肉体叫做黄庭啊！不若经未挖，何其罗干及丹田呀？吼、哦！二做父母所生一点之地多灾啊！无干只降息了，降息了，气波啊，迄工作长的，人拢讲个足实在啊。啊，闲话咱拢无爱照波雷有，世间的低，拢要听教而被背，教
但要听龙，你唔讲我就甲你吃掉。是啥安尼甲你吃掉？十八地甲有诶东坡，有诶刀山剑海，甲恁掠去啊，堵堵我死。所以狗、龙、乌白耗，狗啊惊甲皮皮喘。即马狗啊换来黑猪，啊猪哈，我啊无我是要安怎死，我都哭哭弄。所以他讲猪在食在走，唔在死。狗乌白飞，龙就讲狗，你啊乌白飞，我都要甲你食。所以五味鹅遐都训练足济吸血鬼，叫做狗，就是伫食。啊，狗得出来乌白飞啊，猪就话要惊死。所以孙亚大讲世间，咱这个人间世界有三种，三种。不是人哦，一种叫做龙，一种叫做狗，一种叫做猪，不是人哦，个人就好啊，人未去做龙，人未去做狗，人未去做猪，是啊，啊今仔日就走一只猪来啊，哦，啊即嘛要死啊，到尾来找孙兄，哦孙兄嘛无法，是啊。真早我就跟你讲啊，未使你食菜，食菜一天你都爱死翘翘，有准无？哦，所以唔得讲孙兄讲话未骗人。所以较早我就捌甲晓有缘晓师兄讲过，所以中分类中央无基础，国统治的意思。所以人家讲数清神州，你打造入神，你的灵魂乌色的地色为目睭展现啊，出来统治你的肉体啊。所以你的肉体叫做神州。华爱讲华，中华神州。在妙法妙法莲华经同样意思，中发生在你的肉体发生、哦、所以需要为文艺家稍微修改一下、哦、这样再来就说、哦、对于国土自尊严是啊，你的肉体啊，你我没有对肉体的自尊严，我现在敢说世间有三种，一种猪，一种狗，一种龙，非人啊，水族啊，听到讲要去修行修道，拼死嘛拼去。吼、哦，动物踏步干物呀？人我不爱信，你听我甲看，信徒话者，所以信徒就是猪啊，伫下骹咧斗叫的迄就是狗啊，坐伫椅啊，摕面汤咧伸钱迄就是龙啊。呀，一挂牛，一挂干那栽栽食栽走的猪，啊，辛辛苦苦赚的大把钞票，啊，就摕去学龙，啊，去起教堂，去佛寺，去庙寺呀。哦，所以即嘛，中华神州，你也去甲发生啊，华就是华。阴俩，吼、哦！所以人家讲，对于国土之尊严，是啊。所以是之尊严，我倒会讲出来啊。无我讲的要创的，食饱上瘾过，吼、哦。过来再讲，有处可知，何道挂地球是啊？即嘛何道挂地球，恁来讲六师何道啊？六师何道啊？何为何道？水应啊，六师言恶比所孙义七大神之内啊，黄金经的七大神之内，你都唔知有办法将你打造入什么过程，用文字、用动作、用语言甲表达出来，所以叫做六师何道。我即马拢甲天掀开啊！六师，你的六义啊，你的六义叫做魔啊，你的肉体叫做鬼啊。即马在座都有一个伫要
就是鬼啊。咱的肉伊叫做魔啊，咱的肉体会生鬼啊，所以鬼叫做破病啊。金玉经啊，较贵就要演讲金玉经，金玉经就讲甲清清楚楚，五千年的金玉经就安尼讲啊。咱的肉伊叫做魔，咱的肉体叫做鬼，所以我会讲世间无鬼，破病叫做生鬼，就是伫遮。好、哦，所以这就讲啊，对国土的尊严由此可知，河道打造入禅，所以河道佛道悉达多加形容，观音诸行普度解脱之彼岸的西方极乐国土，不计佛行尔，还未进入大乘法门第六音乐波罗蜜啊。佛陀释迦牟尼嘛无叫人食菜啊！佛陀释迦牟尼看伫经典所有什么所在叫人食菜啊？所以就是龙制造出来的卡机，狗制造出来的卡机，一寡戆猪食粪好尔，所以伊无机会食饭，所以就无办法去健康伊的肉体，一天伊就是爱变贵。哦、所以就是在这，所以说河道挂地枪有没有，河道挂地枪有没有，地枪啊，地就是你的肉体啊，咱的肉体是四大结合嘛，土水火风啊，咱这个肉体是不是臭皮囊，一概不是要去变作土，咱人无烧烧嘛袂活，咱人无水分嘛袂活，咱人无吸空气嘛袂活，所以佛陀将咱的肉体甲分析叫做四大结合，土水火风。是啊，咱的老祖先伊甲讲叫做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啊，啊五行啊，